你知道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，那你们自己来吧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也是真的很想和你好好在一起，你看我这么大一个，天天被你训的，我也愿意改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，那些不喜欢的事你一说了我也可以马上改正，就不希望每天惹你生气，也想和你好好在一块，就舍不得你啊。看我干嘛？我考虑一下，你说了那么多，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改过呀。说了你那么多次，我都会改的。你说了我都会。你说你会改，哎，你真的，但是你没有改呀。怎么
我会改，相信我。想一想。请亮灯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啊！哎，你发现没有啊？我们都发现了啊！今天你这头发的这个是电的是吧？我说男生啊，就是你是所有在这个现场里面撒花瓣之后桃花朵朵最多的一个男生，你知道吧？就跟这头发一样，也跟性格有点关系啊。女生，我刚才就你们在那个时候，我跟老师们还在交流，男生啊。喜欢征服，其实在动物界有些雌性是要征服雄性的。女生为什么今天还会回来？我觉得就是你不是不好搞定吗？我非要把你搞定了。有些女人就是这个心，其实有的时候何必拿自己那么好的青春去跟自己较这个劲呢？希望你们都警钟长鸣吧，好好对对方。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请回。